爱相声会送给第一队相声的候选人彭叔同学。啊，你莫非想跟着做了，非想做我干部给他搞呢？非做我老李子。都是看到同学的节目就觉得，老笑不老了。我叫了他，就发现你莫非想了，你摸了我跳舞去了啊？啊，怎么没了？真的老了。大家不晓得老白老白要红高给老姐夫，就是我上不来，我上不怕了。他们说你能不能都不要得了。哎呀，今晚就怕我老白走进去，哎呀，今晚就怕我老白走进房了，你能不能都？啊，白点个点毛的肉的人啊，那个要点毛啊，白二路房子啊，是血肉血胆。好，说了说了，大家猛加品牌了。我想到你了，好紧张啊！啊，就咋样？罗切，罗切哥哥，你罗切哥哥，我那边我也好了，路上是吃的，我那边就是包的，我那边叫阿姨啊，阿姨，我那边啊买奶酒呀，陪我陪着耍，多了吃的，老天喜欢你大了呢。你打了一瓶的话题啊，被我不演的你光摸了毛汤了啊，也要被大家就好到好的啊，可以跟我把他被他说了多些啊，我就不演的你啊，都摸我被他穿一些有的毛汤摸到了，因为得不到被摸被他穿一些有的脚都被他的白头所多了。我说什么人你们没这么回事，没有说了，那他要我。大嫂，走，走路谁？谁？谁？金条，金条有点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啊，这个是大老板，那每天都红到了。我这边的那个也给你了，我做到了，别看你好着了我，老家农家品牌我听了，找到了。劝你如此高龄的同学，
别祝福我走好。